好啦，乡亲啊，这个新冠领讲来爆发着水族、昆虫的感染。为九月七日到九月十四，新冠领陆续有八个新兵来生水族，另外阁有一个人生皮蛇。目前有四个人登去厝隔离，有五个人住院治疗。去餐厅食饭，也是各种训练。伫新冠领接受新训的新兵，随时拢爱做伙行动。即卖伫新冠领一共四例，听讲集体出水族。九月一号开始，一直到九月十四号，陆续有人这个得了水痘。现在目前是有五位，在医院，那另外四位都已经返家休养。卫生局接到官方的通报，有派人去调查，发现这九个有症头的新兵，八人是确定出水珠，另外一个是生皮蛇。目前无新的个案，有要求官方爱监测体温。所有的官兵都要做一个健康监测，餐厅、厕所等等，每天要用500 ppm 的漂白水来做一个消毒。卫生局讲，水珠是透过接触还是嘴内空气的传染。注射了有10年保护力，后来虽然讲同款的鼻胃着，但过呢，伊发烧症头会较轻。好去了后，水族病毒依然伫个体内，等到人的抵抗力较低时，病毒会以飞蛇的方式搁压起来。若是无希望搁鼻胃着，会使家己开钱去注第二剂，安尼较有抵抗力。